继续来看到艺文活动的消息，为了促进大众对江宜市木产业文化的认识，并且活络跨县市的管制交流，增进民众对木文化的学习参与，江宜市文化局特别跟桃园市立大溪木艺生态博物馆合办“江有希客木艺复兴双城记”特展，十六号在江宜文化创意园区举行开幕记者会。江宜市长涂新体邀请民众在特展期间，做伙来欣赏精湛的木艺创。市长涂新体讲，两年前带动人到桃园市交流，特别到大溪参观木头文物相关文化产业以及馆藏，从中学到不少。尤其嘉义是木材原乡，阿里山的木业带动嘉义的经济发展。虽然即卖阿里山铁路已经无载运木材，而是载运游客，对嘉义的观光产业仍持续有重大的帮助。当时嘉义市目前上大的木业景点快意生活村，当年吸引游客就是木材。台湾乡的上好见证，连日本游客拢真惊艳。这款日式建筑宿舍群在日本拢已经无地找。涂省提指出，市府推动各项相关文化产业，真欢喜会当和大溪合作，共同为发展林木业的文化努力。欢迎各地观光客到嘉义来享受分多精、欣乐去旁边以及相关艺术文化。我们很高兴，我们这两个地方，一个是大溪，一个是嘉义市，都是非常有木艺文化的地方，能够结合在这里展示，有100多项的一个展品，让大家能够来到这里享受木材的文化，享受我们木材的芬芳，也欢迎大家到我们嘉义市来看一下我们的旧屋里。参观一下我们的快意生活村，保证让你非常非常的快乐，沉浸在分多精的这样子健康喜悦之中。如果时间多一点，多住几天，还可以上到阿里山去玩一下。欢迎大家到嘉义来参观我们的嘉有希客。嘉有希客木艺复兴双城记，即日起到十一月25号，伫嘉义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微动快意生活村 T23 明月路，以及嘉义旧港宿舍群福章良宅联合展出。只要到展出现场扫描 QR code 做线上问卷调查，都有机会获得在地木艺小礼品，或者一满展览6个印章，就会当到嘉义文创园区主展场兑换每日限量小礼物。除此之外，展览期间另外有办理7场木艺讲座、木构建筑迷你行以及5场木工 DIY 体验活动，拢采用网络报名方式。新闻新闻张仁顺嘉义市采访报道。